我也承认，他确实长得还挺帅，是吧？穿衣服呢，也算是有品味。可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人民警察，我们人民警察的队伍里不需要花瓶。哼，穿衣服穿得好看，人长得好看，有什么用？能当饭吃吗？能破案吗？能吗？是是是是是。那你不也挺好看的吗？来啊，把对讲机给我，再吃一颗糖，这样你的心情就会好一些。嗯，好难吃的糖，好不好吗？哎，就听我这一次。你以前也喜欢这么撒娇吗？谁撒娇了？一块钱。你流氓啊！怎么样？有感觉吗？没有。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？到底有没有？没有。你走，你走啊！你出去。来啊，把对讲机给我，你流氓啊！怎么样？就听我这一次。你以前也喜欢这么撒娇吗？谁撒娇了？是不是坏掉了？到底有没有？没有。你走，你走啊，你出去。